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演唱第九首。对，第九首。哎，这首歌曲好有意思哦，我们相处的诀窍。谢湘芳，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相处的诀窍是。你给人家讲吧，你。哦、sorry， 来，欢迎。欢迎欢迎。有 DJ 在现场不一样，我是说心仪、啊、小半情歌嘞。对、啊、小护士你好、啊、来 OK， 我们相处的诀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这场比赛星光熠熠，刚才有黄振龙、哦、黄振龙啊，对，然后呢又有一来自香港的朋友表演、嗯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又有另外一位 DJ 要现场啊。对，前辈就他而已，我跟你同辈啊。OK， 谢佳芳最爱说谎了、啊、小护士不要相信他。天哪，好，准备好了这首歌曲。好，听你们的表演。今天要是跟我们一起玩音乐的朋友有心莹，有键盘手静贤，卡欢、文荣，还有苗斌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比较轻快的歌曲、叫做我们的诀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